可是我的毛衣还没织好呢。杨东方，你这双手不是织毛衣的，是拿手术刀的。到了那边，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可不能给宫德林丢脸。那你一定要等我回来，不能骗我。毛主席和周总理非常关心宫德林的学院，明天委托了很多重要人物来这儿看望他们。都有谁啊？全部都是大人物，有傅作义、张治中、程潜、仲东国，好多位。里边的情况我已经看过了，具体会面在什么位置啊？会面的位置就定在办公楼前面。嗯，行，明儿啊，我早点过来。你当然得早点过来。这么重要的场合，怎么能少了你呢？走，陈长杰，心情不好吗？哎，又想起过去那些事儿了。我记得以前你提出过要求，一定要见傅作义，见不到你就绝食。是啊，那个时候情绪大，想不通。现在还有情绪吗？多多少少还有点吧。哎呀，我要是起义领袖该多好啊。人生很多时候都不是由自己把控的。不过从客观上说，当年你跟傅作义先生在思想认识的水平上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我知道，我在心里头还有很多愚忠。傅作义不这样，他站得比我高，看得比我远。不管怎么说，他总是对不起我。我有半辈子跟着他，他也该为我考虑。有一个情况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来告诉你。什么情况？你对傅先生有意见，周总理后来也知道了。连周总理都知道了？周总理让我们转告你，当年的情况不能怪傅作义，当时有很多事情不是傅作义能够控制的。周总理是这样说的？是的，我们当时没有告诉你，是我们估计你那时候的状态也未必听得进周总理对你的劝告。嗯，但是现在的你已经完全不同了。你现在思想认识的水平，你的胸怀气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谢谢陈长杰，你刚刚走了以后，傅先生一个人在那儿呆坐了很久，他很伤心。哦，傅医生，我想通了，我不怪你。
我做人有苟且，做事有缺失，几十年了，有很多谬错。在你的问题上，我一直很内疚，时常自责。历史是不能改变的，历史之所以会成为历史，有它的自然规律。你会成为你，我会成为我，首先都是我们自己决定的，首先都是主观的力量，所有的客观因素都是次要的。不管怎么说，那场内战都是不必要的，给国家、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惨痛的伤亡。我作为这场内战的参与者，我确实有罪。我知道。听说这几年在功德林，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一直是最优秀的。在功德林这几年，我确实读了很多的书，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也读了很多别的书。这一辈子加起来也没有这几年读的书多。前些年我们书读的太少了。谢谢你这些年一直照顾我的老婆孩子。哎，应该的，你我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傅医生，其实在我心里还是很感激你的。历史的洪流之中，跌宕而下者何止是泥沙草木。是啊是啊，只要国家和社会能进步，只要老百姓能够幸福安康。好，走。所长，政委啊，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几个商量，想以功德林全体学员的名义，给这个毛主席写封信，不知道妥不妥？你们这个想法挺好的，你准备写什么呀？哎，坐下说。哎，好好，我。这封信写的不要太长，这样主席看起来也方便一些。啊，是是是。这封信里我们主要想写两个内容。第一，向毛主席报告我们在这儿学习改造的一些收获，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第二呢，忏悔我们过去的一些罪行，以表达我们改恶从善的决心。这封信怎么写，写什么内容，由你们自己来决定，我们不参与。我们这一次的任务啊，就是保证把这封信帮你们递交上去。哦，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们就开始准备吧。所长，政委，那我们回去了。走了啊，哎，去准备。哎，走走走。你走。哎，你走。哎，各位啊。是这样啊，给毛主席啊写的这封信已经啊改了好几遍了啊，已经写好了，但是呢还是想让大伙啊仔细的听一遍，看看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动的啊，是吧？好啊。
好，郑仁章，你来念吧。好。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是罪大恶极的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为了维护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和腐朽黑暗的社会制度，有的一贯拿着枪杆屠杀人民。 有的一贯干着无恶不作的特务勾当。我们是人民的罪人，是民族的罪人。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向全国人民请罪，向敬爱的毛主席请罪。政府对我们的关怀和教育，使我们万分感谢。我们只有改恶从善，重新做人。 才能对政府、对人民报恩于万一。我们谨向敬爱的毛主席保证，一定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好改造自己，彻底转变世界观，把自己改造成一个自食其力的新人。一定要坚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 永远走社会主义道路，把我们的后半生献给人民，立功赎罪。哎，怎么样，各位？挺好，挺好，挺好。那大家都觉得好，咱们就这么定了，好吧？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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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用毛笔把它抄写下来吧。好，应该是来抄呢。谁的毛笔字写得好？ 在功德林学院里面，毛笔字写的好的人有很多呢。不是，这封信呀，意义特殊，必须要选择出最合适的字体。对对对对对，说的对。文人的字呀，力度不够。你老兄的笔力，再适合不过了。哎呦，我不行，我不行。我觉得你合适，球形象写的是魏碑体，庄严稳重，公而不媚。我看你合适。对对对，就是啊，你就别推辞了。 你就写吧，就你吧，你写吧。我啊，怎么样？我这心跳的越来越厉害了。就你，老兄，你就按这个抄下来，按这个抄下来啊。这一晃啊，来功德林都已经六七年了，时间过得可真快。还记得呀，刚来的时候是在那儿下的车，咱们俩呢是在这儿见的面，感觉啊又好像是昨天的事。 等以后有机会把这段经历写一本书，等退休以后吧，退休以后一定写本回忆录，把功德林里面发生的这些事情全都记下来。对，都应该记下来。你就好好活着吧。我活得挺好的。是，你活得是挺好，但是弹片总得取出来吧。梁东方跟我说过，他一定会找到最好的办法把弹片给你取出来。 这事儿不能指望他，为什么不能指望他？你想想看，我这脑袋啪被他给打开了，他一看，哦，王永光，原来你想吃这个，哦，王永光，原来你想干那个，我这思想活动不都让他给掌握了？这怎么行呢？不管怎么说，弹片必须要取出来。我告诉你，梁东方那丫头说得到做得到，我挺相信她的。那你就等着吧。 功德林朱君呐，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呐，写的不错呀，简明扼要，有一说一，颇有延安文风之妙啊。看起来，他们不仅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还学到了我们写文章的技巧了。<笑>文章写的非常简单，但意思都有了。<笑>看来啊。 他们的精神状态还是不错嘞。嗯啊，他们最近的状态确实不错。战犯的学习改造工作成绩是不错呀，完全达到了我们当初的设想啊。嗯，罗部长啊，主席表扬你喽。谢谢主席，我就不给他们写回信了。 罗瑞卿啊，到。
你到功德林去走一趟，给那里的同学们啊开个会，当面提出表扬。好，我马上去落实主席的指示。王英光，哎呀，你该请客了。为什么我请客呀？你看看，副局长的任命都下来了。哎呀，但是功德林管理所的所长你还得兼着。还得兼？啊，杨局长找我谈话的时候没说要兼啊。那么想离开我们呀？部里首长可是征求我们的意见了，我们也如实的反映了这个意见。都是因为你那么舍不得我呀？那当然。不过呀，最近党中央还有毛主席一些谈话和文件，也都已经表达意思了，看来我们的任务也快结束了。哎呀，应该不会一次性完成，有的人改造的差不多了，有的人还要继续改造，要分别对待。你看报纸了吗？杨振宁博士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杨振宁？杜聿明的女婿，杜致礼的丈夫，就是他。那是咱们中国人呐，我们中国人获得了诺贝尔奖，真是大赏之举。嘿，太好了。哎呀，曹秀清大姐，让我告诉你，自从振宁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后，这个消息一出去，台湾就不断的派人和他联络。台湾方面想干什么？哎，他们啊，也就是想劝杨振宁和杜致礼他们去台湾工作。告诉我家人，别理他们。啊，那些人说了，如果他们不想去台湾工作的话，也可以去台湾走走看一看，也挺好的。而且还说，蒋介石和他那些老朋友们都想念他。哼，蒋介石，他还好意思说这个？他当时怎么逼死我儿子的？是啊，蒋介石啊，早就让人寒透心了。请你转告我夫人，让我女儿杜致礼和女婿杨振宁坚决不要去台湾，一步也不要踏进台湾的大门。好，我知道了，杜大哥。台湾方面的意图十分的明显，那就是他们想利用杨振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给自己涂脂抹粉，好让自己的脸上有光吗？情况就是这样，这一次蒋介石反应也非常快，看来啊，他就是要占这个便宜，吃这个热豆腐。可见这个事情呢，在国际上的影响也非常大。我跟蒋介石已经是恩断义绝，所以我现在的态度，那就是我不想让我的家人被他们利用。理解。政委，怎么看？事关重大，我们还是先向部里汇报吧。好，那好，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会尽全力配合你们。杜聿明，谢谢你。啊。政委，还真让你给说对了，这个事情，我真是牵连重大。我的敏感度还是可以吧。不光是敏感，还很有大局观。听这口气像是在表扬我。完全可以这么理解。行了行了，你俩别打岔了。哎，黄维现在怎么样了？嗨，这家伙成天鼓动他那个叫什么什么永动机，我觉得就是为了逃避学习。哎，一让他学习，他就画他那个什么图纸。哎，这话呀也不能这么说，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方式方法有很多，我们现在这么做最起码可以让他感受到我们的善意和良苦用心。哎，对了，昨天他说了他要一个帮手，派宋希濂去。为什么是宋希濂啊？宋希濂现在正在对黄维展开一场战役。战役？什么战役啊？刮胡子战役啊。这不仅是黄维，在我们这儿留胡子的人还很多，他们留胡子的目的各有不同。你像黄维，他留胡子就是不愿意割舍和国民党的那层联系。现在连宋希濂都看不下去了，他主动来找我，他做这个事情也比较合适。
我早就看不惯了，你还不让我说。这是小节问题嘛，不好硬性规定。现在不正好吗？他过去了，我们只要在暗中给宋希濂一些支持，这也合适。立正，向左看齐，向前看，稍息。我是本周值班队长宋希濂，负责组织实施原队的一日生活，督促和落实个人卫生、内务卫生、队列风纪。同学们，我发现最近这队列有所松弛，特别是有些同学，包括我自己，还留着一把胡子。我认为这完全是旧社会的作风，是一老一少的做派，是某些不健康的感情寄托，完全不具备新社会的气象。功德林的学员实施军事化的管理，我们必须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看齐，用军事化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绝不能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大家可以看看解放军官兵有谁留着一把胡子的，这是一个卫生的死角。我建议啊，我还有留着胡子的同学赶紧把个人卫生处理干净，以一个崭新的面貌来表明我们重新做人的态度，跨入社会主义新时代。老廖，来来来，来，哎，你说宋希濂是不是有毛病呢？啊，我们几个人的胡子留得好好的，他让我们剃什么呀？是不是有什么背景啊？能有什么背景啊？哎，是不是所里面领导的意思，让他先透透风？我觉得有这个可能。不可能，宋希濂就好管闲事，他从来都这样，不理他。不理他行不行啊？有什么不行的？我这胡子从解放前留到现在了，如果不能留的话，管理所的领导们早就让我剃了，还能留到现在吗？你们俩胡子怎么不刮？赶紧去刮呀！啊啊，好，好，好。刮胡刀，我这个胡子是要留着的，而且要一直的留下去。我要用它呀，怀念我的女儿和我的媳妇。要不要听我说句心里话？你说你留着胡子是怀念你的老婆，可是在别人看来会认为你这是怀念旧社会，是怀念你那个时候飞黄腾达和荣华富贵。哎，我听说老蒋还夸过你这把胡子是吧？夸过，但我现在要留这个胡子，哎，跟老蒋夸奖我不搭嘎。哎，尹国兄，我呀还是有一点念旧的。我们在功德林啊需要脱胎换骨，如果连皮肉都不肯打扫干净，还谈什么脱胎换骨啊？我帮你。来吧。刮吧。
黄伟，你来干什么？你不是跟所里申请要一个助手吗？所里派我过来给你帮忙。你会干什么？你过来帮忙？这些我都会做呀，我过去在兵工厂做过，什么没干过呀？还造过枪。哎，我先给你搓这个。是不是想让我刮胡子？你看，你成天和这些设备打交道，胡子留这么长有安全隐患，万一哪天要是出了什么……我胡子惹你了吗？哎，不，为什么盯着他不放？我们在功德林改造，不就是为了重新做人吗？是你想重新做人。可以，我可以把胡子刮了。等我把永动机研究出来。本周以来，内务卫生大有改善。经过一周的努力，除个别人之外，所有人的胡子都刮了。自由活动一小时，解散。报告所长，我的任务没完成，王维的胡子没刮。这个事情啊，不怪你，他的工作还是由我们来做。这一次个人卫生运动，大家的精神面貌都焕然一新，你功不可没。你去忙吧。哎，尊敬的张小花同志，你愿意嫁给我吗？高平哥，不行。哎呦，不是，他要说不行我怎么说呀？小花，你必须嫁给我。不是，人家凭什么呀？不行不行不行，换个问法。小花，当我媳妇儿呗。什么呀，这是不行，太不正式了。赵小花，你愿意照顾我的下半生吗？这话，哎呦，哎，不是徐高平，徐高平，你说你一个写字儿的，你求婚你都不会，你能干点什么你？我怎么说好呢？高平哥，我说，啊？小花，小花来了，什么时候来的？你拿着我的照片，嘀嘀咕咕干什么呢？我没干什么呀，哪有照片？你把照片给我。哎哎哎，别，哎，给我。小花，徐高平到，把照片给我。嗯，是。嗯，现在我一个大活人站在你面前，你把刚刚对着照片说的话再对我说一遍。啊？啊？是。小花，你坐这儿，你坐。坐。
尊敬的张小花同志，这是我的全部积蓄，我希望今后由你来保管。还有我这个大活人，花儿，你能收下吗？哎，我这大活人你不要了？你这全部家当都在我这儿了，你这大活人能去哪儿啊？还不快跟我走！啊？不是，花儿，你同意了？小花，太好了！这才好，明哥。那以后，只许我欺负你，你可不许欺负我。行，以后啊，我让你欺负一辈子我。我徐高平有媳妇了。大喜的日子，是我的好哥们儿发小徐高平和我妹妹张小花新婚大喜，感谢大家来参加他们的婚礼。下面呢，请他们两个人上来跟大家伙说两句。好，好，说两句，说两句。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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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说话呀，说呀，说呀！啊，小小花，你说吧。不是我，人挪我紧张。高平，主动点。你紧张什么呀？你天天给大伙上课，你还紧张？哎呀，你说吧。谁先说话，以后在家里面谁做主。好，那我说两句。都想做主，跟你开玩笑呢。我们家小花做主。好，那我说两句。各位亲朋好友，感谢大家来参加我跟徐高平的婚礼。知道。好。是。大伙儿都知道，我打小就在天桥卖艺，是毛主席让我们翻身做了主人。嗯。所以在这儿，我首先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谢谢他们，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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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要感谢我的干妈。感谢干妈给了我一个幸福温暖的家。没有干妈就没有我张小花的今天。干妈，谢谢，谢谢。花儿一定要幸福啊，不掉眼泪，好日子啊。好，好，好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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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还想感谢我的革命同志徐高平。谢谢你一如既往的包容我啊。不过在婚后这个可是要保持的。没问题，我一直一定保持我的优良传统啊。
现在宣布，你们两个人正式结为夫妻，啊，发结婚证。哎，好，好，可以拥抱了，啊。这叫拥抱吗？啊，在胡同口都抱好几回了，我都看见了。就是啊，抱一个，抱一下吧。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可以进洞房了。让我吃好不好啊？吃。谢谢，没事，吃吧。杜玉明的那位姑爷现在成了香饽饽了。老蒋方面正在采用各种途径，企图让他去台湾走一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啊，他们许诺了种种条件，开出了很高的价钱。周总理指示要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要力争要请杨振宁回大陆走一趟。首长，我们和杜玉明谈过，杜玉明表示愿意积极的配合。嗯，周总理考虑啊，可以先让杜玉明写一封信，至于下一步如何进行，还要根据情况再做安排。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让我们跟你商量一下，这封信该怎么写。我一定会按照总理的指示去办的。那就好。杨振宁教授的父亲杨武之教授过几天呢会去瑞典开一个学术性的会议，在这之前，杨武之教授想和你先见见面，也商量一下。杨教授他会过来吗？他现在人在上海，过几天啊就会来北京，你们两个亲家就可以见到面了。好，那真是太好了。请转告周总理，在这件事情上，我杜玉明会完全从民族大义出发。我相信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他也一定能够明白民族大义之所在。现在我遇上一个问题。你说吧，什么问题？自从我们被解放军俘虏以后，我们这些人就得到了解放军俘虏政策的宽大对待。到了功德林以后，虽然我们的身份明确为战争罪犯，但是人民政府依然给予了我们最宽大的人道主义的待遇，从来没有压迫我们交代过任何罪行。我们写过自传，写过简历，填写过各种表格，但是怎么写怎么填都由我们自己决定。不但没有任何的逼供，也没有任何的追究。实际上，在刚开始让你们写自传的那两年，我们还是施加了一些压力。我理解，你们是希望了解和掌握更多的情况。谢谢你的理解。但是，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你说吧，什么问题？我们过去的历史，我们曾经的经历，
特别是我们，我们历次在反共剿共战争中的经历，或者说是罪行，还从来没有完整的向人民政府说清楚。我党一贯的政策就是改造思想，重新做人。重新做人，改恶从善，必须要先改恶才能从善。那什么是恶？恶在哪儿？